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凤凰，我是大宝。看到凤凰出现，就代表我们有重大事项要宣布了。我们的频道呢，终于要迈入了下一个里程碑了，我们扬升了。哇，讲得出来扬升，好丢脸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来加入我们 YT 频道的会员喽。很多的 YouTuber 他们都会利用业配来实际自己的收入增加，在频道里面有放入很多商品，而这个商品未必跟我们想要传达中心理念是吻合的。如果我们直接用订阅式的方式，透过你们的一点点的咖啡的钱啊，一顿午餐的钱，支持我们频道可以持续的去产出大家觉得有兴趣的东西，然后有越来越多的资源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开始走到户外，跟更多不一样的人来做交流，做更远的外景嘛。对，我们就可以筹一点旅费，看看他对于民雄鬼屋有什么看法，或是看看芬多奇对于故宫里面的翠玉白菜有什么想法。对，你们的一点一滴，我们都会好好的保留起来，除了还轮胎钱以外，还了，谢谢大家。对，那个下面超级感谢也可以点起来，那个也是一个帮助哦。会员，那我们有分几个集聚？我们目前呢，会员有两个集聚呢。第一个集聚是我们的地球呱呱，如果每个月呢，请我们喝一杯咖啡，100块的月费呢，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地球呱呱。地球呱呱有什么优惠？除了有专属的会员的徽章以外，还有特别做了表情符号。对，你可以使用大宝的表情符号、芬多奇的表情符号。随着会员人数增加，我们可以解锁的表情符号就越来越多。人数越多，我们就有越多的贴图可以用。那我们贴图是找谁做的呢？就是我们《麻瓜通灵日记》的那个片头的动画师。大家都跟我反映说超喜欢那个动画，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接下来也会开始办越来越多的实体的活动。那如果你是我们的地球呱呱的话呢，你就可以优先报名这些实体活动，就不怕抢不到啦。凤凰这边会优先把实体的报名链接给会员朋友们。那第二个阶段是？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我们的太阳系呱呱。每个月如果你愿意赞助我们吃一顿饭300块，除了上述刚刚讲的这些，还会有两项新东西。一个就是每个月起码一次，我啊跟芬多奇，然后还有跟团队们跟大家一起的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互动。然后我们会更新这个月我们想要谈的主题，然后有更多很贴身的交流，就会在太阳系呱呱里面，有可能会有线上以待的进行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走着看。对，我们也还有会员专属的影片，里面我们会放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，就是我们会聊一些更深入的议题，一些在 YT 很容易被标的议题。我们未来还会想要赶快出 LINE 的贴图，或者是我们就收集芬多奇的微笑来做一个芬多奇的贴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但实际上不就是我脸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然后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资源带给大家更丰富的内容。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分享咯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会员频道见啦，拜拜。